金银蹄儿鸡。选料：火腿二丸100克，光母鸡半只，猪蹄膀350克。葱段，熟笋片10克，姜片，水发香菇10克。精盐1克，冰糖1克。在锅中放水烧热，放入洗净的母鸡半只和洗干净处理好的猪蹄膀及火腿二丸，用水焯一下，捞出以后放入装有汤的砂锅里，放盐、冰糖、葱姜、香菇、笋片，然后盖上盖，将砂锅上火烧制。熟透以后，将砂锅端下，撒上香菜叶，加以点缀，这道菜就做好了。它的特点是色彩对比鲜明，鲜香可口。